蚂蚁，马蜂，哎，马克笔，马赛克，不好说，你这个可以吧？正确，正确，正确，存疑。你要很大，他超大的，我是无限大。妈妈的爱，哦。我们赢了吧？不可以吧？这还不可以？你是在否认妈妈的爱有多大吗？妈妈的爱真的是无限大。我觉得妈妈的爱很大，但是妈妈爱是一个短语了，还抽象的大。它不是一种抽象的爱，妈妈的爱是每一个细节都能让你每个毛孔都能感受到的一个东西，它不是抽象的。你说妈妈是抽象的？你怎么敢说这种话？你要妈妈的爱，还是要去马尔代夫？超，你现在的所有的话，你妈妈都听到了。就跟你讨论讨论妈妈的爱有多大。我还真不是为了吃那点菜，我跟你现在在妈妈的爱面前，马尔代夫算什么呀？那马赛克也有点抽象。抽象在哪儿啊？马赛克一般是打在人的脸上的。哦，为什么会打脸上呢？那我们让让，绝对让，让绝对让，让让我坐。你是让我不能讲话，不能讲话。请闭上。皇子，皇子，皇子，九十一，迪哥，九十九，九十九，哦，一百吗？亨瑞，如果是一百，你只有是一百才能赶我。我九十九，我都被赶走，他就觉得自己没有空间。你们小看我了，你是。你是一百，你是一百。哇！这个任务叫越来越大的组词。任务成功次数越多，可以获得的海天美食也越多。越来越大的组合，一会儿我会给出一个字，大家根据这个字在题板上写下一个词语，三二一之后依次会展示，然后后一个人组的这个词语本身要比前一个人大。比如说土地的土，就这样依次八个人全部都后面比前面大的话，就为挑战成功。涂鸦墙是涂不是土啊？同音就可以了啊，涂音就行啊。对，我们是不知道前面人写什么的，是吧？不知道，大家都自己写自己的。啊？自己保护好。君子游戏都是君子，你放心。那这个很难啊。就你第一个，你要想个最小的东西。我可以想最大的。你要想最大的。对。我小。啊，然后陈磊是最大的。小跟大都比较好写，来吧，挑战吧。第一题要组词的这个字是茶马古道的马。马，蚂蚁，蚂蚁啊！不要交流啊，不要把那个组词说出来。晨哥注意，晨哥，哎，不要交流。啊，好，明白明白。这老了老了的，你这老君子啊。我这个真的不大不小哦。
马斯克的新建里边的字字数，写点抽象的。对，就要写这种抽象的。我的妈呀，妈完了，我觉得五四三二一，我们接下来从第一位成员开始揭晓。蚂蚁、马蜂、马特比、马赛克，不好说，你这个可以吧？正确，正确，存疑。马桶怎么样？比马赛克大吧？真是。马桌、马的家，对对对，马尔代夫。你要很大，他超大的。我是无限大。妈妈的爱。哦。我们赢了吧？不可以吧？这还不可以？你是在否认妈妈的爱有多大吗？妈妈的爱真的是无限大。我觉得妈妈的爱很大，但是妈妈爱是一个短语了，还抽象的大。它不是一种抽象的爱，妈妈的爱是每个细节都能让你每个毛孔都能感受到的一个东西，它不是抽象的。你说妈妈是抽象的？你怎么敢说这种话？你要妈妈的爱，还是要去马尔代夫？超，你现在的所有的话，你妈妈都听到了。就跟你讨论讨论妈妈的爱有多大。我还真不是为了吃那点菜，我跟你讲的，在妈妈的爱面前，马尔代夫算什么呀？那马赛克也有点抽象。抽象在哪儿呀？马赛克一般是打在人的脸上的。哦，为什么会打脸上呢？那我们这一题作为试验。试验什么？试验成功，但是派品没有升级，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正式答题了。海天有机酱油的海字。海，海上生明月。海，真的好纠结啊，好难呀、啊、这个有点难呀、啊。哦，嗨，就海鲜，海鲜呗，这么多。别呀，你这太不是，我说这么多海鲜，随便写呗。完了，有点抽象，就要写这种抽象的。我们请第一位成员先来揭晓。我就怕你们不知道混淆，我写个海盐粒儿一个。海瓜子，那我这肯定比他们大吧？海星，海星，海神是一个人的大小。哎，海豚，海豚应该比人大吧？海豚比人大。海豚不一定，不见得比人大吧？海豚真比人大。那你不行，现在咱找个海豚比一比呗。一定比人大呀、啊！一个人也顶多2米，海豚绝对比人大。当然。百度一下，你看海豚大呢。海豚为水生肉食性哺乳动物，有17属37种，体长1.2至10米，体重50至6000千克。大海豚。好，小婷。海滩，海滩。海岛。海王星。哇、哦！没毛病。这个没毛病了吧？恭喜大家，这次的成功可以让你们获得海天有机为大家准备的升级菜品——云南小黄瓜。酱油鸡和呛毛肚。耶！下一题，西藏的西，西藏的西，我这个位置真的好纠结啊。西细狗。西天取经，西天。我知道写啥了，这个。哦，对对对对，这没问题吧？有问题。真的假的？你们交流的过多了。来吧，揭晓。细菌。细菌。西风。麻将。西风。这不行。吓死我了！我说这个西风也太大了吧。西红柿。中等大小，这可以。西楚霸王的腰带。
组词，是个词吧？存疑。存疑。吸尘器。西湖。我一下变西湖了。西藏。西太平洋。哇！但是西楚霸王的腰带实在太抽象了。组词，你这是一个短语吗？这没问题吧？挑战失败。只要我把控不好这个中间值，你不要写那么抽象就好了。海神是一个人的大小，马赛克不好说，你这个西楚霸王的腰带挑战失败。我这个位置真的好纠结啊！再给一个机会呗，哥。那我们最后一题，如果成功的话，大家就可以吃上800元的套餐。你就在人这个大小就够了。最后一题。雨林的雨，雨，哎，我也忘字了，抱歉抱歉，我也忘。最后5秒钟，稍等，他不会写字儿，还是换一个吧。啊，行。这回能吃上了，我一看你俩真是配套人呢、啊，配套的。来，雨滴，鱼眼，你看3号选手的，咋了？鱼头泡饼，雨神，你就在人这个大小就够了。萧敬腾老师吗？玉石块，比人大的玉石块。你刚才还花了参照物。参照物。哦。鱼池。这鱼塘嘛。雨林。宇宙。哇！恭喜大家在这项挑战当中胜出，最终你们可以获得的是800元的雨林营地的套餐。第一个游戏是默契游戏。每个人从数字卡牌里抽取一个数字并保密，每一轮的成员呢需要根据题目按照事件的程度来形容数字大小，根据形容将数字正确排列出来就成功了。游戏过程中不可以提及或暗示数字，违规2次本轮就作废。我没太懂啊。比如说你拿到的100，我拿到的1，然后你拿到100的，你肯定就要说宇宙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哦，你应该是最大的那个号。我就说沙粒，我拿到1，但这个只是很简单的例子。有俩人懂，然后这俩人帮你们排，试一下吧。来吧，直接来吧，懂了，尽量不作弊，是不是？我会在旁边看着你们的。我会在旁边看着你们的。好啦，大家来依次抽取数字卡牌吧。我们第一题，请用你手中的数字给在场的某位成员，包括自己的某个身体部位打分。可以是美观度，也可以是任何方面的维度。可以说自己吗？也可以说，可以，也可以说自己，也可以自嘲。我的身材比例。啊，我的身材比例。特别好啊，那你应该在这儿。那你第一个吧。啊？第一个嘛。啊？是第一个。行，我就到说完了啊。我的比例。一半一半。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最大的缺点，最大的缺点。啊啊？就是不会玩游戏。哦，只要到玩游戏，就跟我那分数差不多，哦，特别特别弱。你本人过，我的分数就跟我平时玩游戏的智商是一样的，就是很低，很低。
行，待会儿就把你挪到第一个去。那我这么说吧，我觉得我这个数字，我用来形容我起床的这个能力，就是说早起的能力。嗯，你是完全起不了床那种，是吧？他怎么来的今天？就是我没有办法快速的，就是说一个闹钟把我叫醒是不可能的。那就很低，那就很低。好，那我就说一下我的身材吧，因为我身材我满分就是我平时都会喜欢运动，但是呢最近就没有运动了那么多，所以就是身材就没有那么好了，但是还是不错啊。还有我的包括我的身高我也觉得不错，也行，也可以。我小的时候腿上受了很多伤，现在留下一些疤。我觉得我的皮肤，完整程度刚及格，刚及格。犯规了，犯规了。及格太明显了。及格什么时候变数字了？及格有暗示。我觉得，我想给我最近的这个睡眠打这个分数。经常来回飞嘛，经常坐飞机，然后偶尔也睡得不是很充足。反正涛姐先到第一个去坐吧，应该。等一下，我觉得姐我们俩有点接近。对，但你的低能比我的还低吗？应该哥先来这边，他应该最猛，他最猛，应该最好。我觉得我应该是第二个。你还在这儿，对、你应该在我这儿。你是这儿，嗯。我的比例就这么确定吗？对啊，你不中等吗？你们聊。你能承受得了你这个吗？能承受啊。我觉得我们俩很相近。有可能，但我。皮肤完整程度刚及格，最近这个睡眠打这个分数。哎，哎呦，你在第一，就这么定了。好，那确定了。嗯，确定吗？不是，姐，等一下，姐，我觉得我这个分数不至于再低，这个分数不至于再低。那把涛姐往那送送哈。不。你感觉涛姐的数字比你的小？不是，我不觉得她比我小，我是觉得我这个没有那么小。我的也没有那么小。所以你俩我的也没有那么小。你对这个数字有信心吗？如果你有信心，对吧？因为我觉得我这个数字不应该是这里。我的这个智商都已经就只能坐在这儿了。那就这样吧，那就这样吧。是吗？那既然都有这么有信心的话。确定吗？确定。行，真的。确定。那从 Henry 开始公布。75。72。72。哎，你也好不到哪去哈。你也好，我跟姐一样的。你只是不认字，你不是不会玩。我是64。你65吗？63。哇。我觉得我们两个真是还是有默契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哇，哎。然后你们猜一下迪哥的那个分数，53，40整，50。哇！涛姐那个五短身材都马上要喷出来了。你自己形容自己。我怎么形容自己46呢？我55身，我46上面6。恭喜涛姐对自己的判断非常准。哇！小鬼公布一下你的数字吧。34。哦。哎。哦。你34啊？我19。你看。涛姐真该往前送。我说我这个数字不应该在这儿吗？34啊，涛姐真的不会玩游戏，真的。涛姐这个也是游戏。
所以很遗憾本轮挑战失败啊。啊，哎，如果我们两个换一下就对了。对，就差一点。哎呀，这才对啊，这才代表涛姐的这个属实。真的不行。下次这样，直接这样啊，我表达你们选择。好，好，下一个。好，到我们这儿抽取卡牌。下一题啊，在场的成员的身上你特别想要拥有的特质。拥有的特质就是分数越少就是越不太想拥有，是那个意思？就可能也没有那么好这个特质、啊、其实要就是互相稍微有点攻击才有意思吧。是，那我来吧。哎呦，哎呦，你先说，你先吧，我先吗？我感觉你好想说，我想要 Harry 哥的，我想要 Harry 哥的中文能力、啊、，Harry 哥的中文能力。哦。哇，这个攻击哦！哇，我来这吧。哎，我妈妈说我最近一直在进步哦。这个头开得好，攻击得好。啊，我现在在看小鬼啊，但是没有在看他的脸，在看他的这个叫什么？血管。他想要我的血管。我知道很多女生都喜欢看男生的这个血管哦，血管很明显，这个血管对我来说很重要。有多特别想、啊、感觉我很快就会拍一个有拍，然后我需要这个血管，所以其实挺需要的，但是也不是一定要的。一定要的。我知道我想怎么说，我知道这个了。嗯，我想获得涛姐的游戏能力。涛姐的游戏能力，好，来吧。哇，那你们俩要聊聊、啊。所以我觉得咱俩，这个游戏比较这个什么意思啊？变成了 Harry 的中文能力 PK 涛姐的游戏能力，谁更差呢？我想告诉你 ，Harry， 我太想要你的小提琴能力了。哦。他要我的小提琴能力，小提琴能力多么想要呢？我太羡慕了。但是你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也 OK 啊。不，如果有的话，我觉得我会更好更好更好。但是你跟 Harry 哥很相近啊，因为他们两个重点不是放在对方的这个技能上，想要的东西上，而是想要的程度上，所以你们俩再表达一下。我很想很想要。那你第一个嘛，最后一个嘛，你们选择我表达。不要让他选。目前最后一个吧，姐，因为他没有那么想要。好，这样对不对？我应该我觉得是对的。目前我觉得这样是对的。先这样，先听他们说。先听他们说。我想拥有那个明浩的外貌和年纪。那你这个很想要呀？那你跟涛姐 PK 一下呀、啊？因为对于你来说是不可获得的东西，不可获得的东西。不可逆的哈。对呀、啊。所以你们排一排呢？我觉得这比小提琴还难拿到。对，小提琴的话你练个十年它有可能到达 Harry 的程度。我这个需要付出的费用比小提琴还多、哦、那你就比我还要的多。我觉得是啊、哦、你就好好坐在这儿、哦、一定是对的。我觉得好，你看我也有啊。哎，你看我也有啊。啊，血管啊。哦，你看我现在就有了。哎，对呀、啊、这样打你两下就有了、哎打你两下就有了。哎，你看来了，全来了。哎呦，就是医生那个护士这样拍。哎呦，这边都来了。哎，你看这边都来了。你看你看全部。但是打会痛啊？不会啦。不会啦。不是我的身体啊。其实拍得出来的。嗯。哎呀，好难啊！哇，我但是看一下我们有没有你想要的。我想要 Henry。现在此时此刻的这种皮肤状态，
哇，那是很想，那也很想要啊。脸上痘也还好吧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好困。但是还好，因为我觉得就我也没那么着急。哎呦，那跟我差不多了。但是是比较想要的。你比 Henry 重，我觉得我应该比你重一点。一个血管，一个皮肤。我觉得咱俩换一下吧。我觉得咱俩换一下。我觉得这个皮肤对你很重要。对。因为他有单独联络我。你告诉他了吗？到底怎么保养吗？要告诉我，他是天生的。小提琴。那我肯定比你重。我觉得我的数字就在这里。明浩，按照你的应该是做第一个。我觉得我是第一个。不，我觉得抛开一切不说啊，我就是我的直觉告诉我，就是我的这个数字应该是在属于这里。如果我的数字在这儿的话，我觉得概率非常的低。相信第一直觉。对，我就是觉得 Henry 哥的中文比涛姐的中这个能游戏能力差。我还以为你要帮我。我就是单纯的就是这样一个想法。那你对于你的那个数字你是非常有信心它在这里吗？就是它的可能性很大嘛，但是我觉得我这个是非常大。 那你就在这吧。我有那么差吗？没有还好，没有那么差，还好，就是偶尔听不懂，就是基本上都能听懂。好，确定了吗？我确定，我觉得是对的。确定吗？我觉得是对的。我觉得我们这样是对的。我表达他们选择。涛姐本来想坐我这儿，被我拒绝了。从迪哥开始吧。我是98哦，我就想说一个不可能的事儿，就很难做到的事儿。姐，嗯，我81。你看，如果我们刚刚听姐的话，她会变成第一的。对，还好没有。你比我高啊。我79。吓我一跳，吓我一跳。那绝对没问题，好准，好准。Harry， 我是71。哇，太厉害了，这个太棒了，这个就是默契，就看最后两位了。哇哇，先公布他的，先公布他的。我是16。我18，我18。哇！耶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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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所有的分差其实就在那几分里面。要下班了，要下班了。我的中文，哇，你的中文赢了我的游戏能力。是的，对呀，我又开心了。哎呦，这紧张的我都口渴了，真好喝。好，来，下一道题目是，我觉得一会儿能不能我们盲做一个，如果做对了，你们给我们三颗球。可以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可以可以。下一局，下一局，那是下一轮，下一轮。好，来吧，展示一下。来，这一轮的题目是：好朋友的什么行为会让你觉得心寒？我亲友的好朋友去我家玩，然后他从我家偷走了我的东西，然后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偷走我的东西，然后他死不承认，有一天被我发现了证据。真的吗？不是真的，当然不是真的了。感觉他是真的，他说的好像经历过了一样。这很有逻辑是吧？很有逻辑是吧？这个其实挺严重的，以朋友的角度来讲的话。我说一个哈，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就是我刚铺的那个地毯，我朋友过来吃饼干，咔咔咔咔咔咔的掉，到处都是渣子。我说哎呀，美素养。天哪，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形容。我的好难啊。对，我们可以坐着对吧，坐着聊一下对吧，我们太积极了。这个不要激动，因为有下班这两个字。 Yes Yes 好，又越来越好。下一位朋友来到我刚铺好的地毯上。纯抄袭是吗？
他把拖鞋直接穿到了地毯上，但是我平时都是直接光脚踩地毯，我会觉得说，哎呀，这个有一点不干净，会有一点不开心，不卫生。什么时候开始变成地毯的肮脏程度了？那我的话，我朋友来我家，然后他穿着一双带泥的鞋，然后踩到了我的地毯上。这样是可以的吗？也行。我一开始就觉得，哎呀，我洗一洗就可以了。然后结果，他听完我说完这句话，他又拧了两下。哦，那这样，我朋友有一天到我家，光着脚，踩到我的地毯。而是他是光着脚，但是他的脚呢，有点脏，有一点点脏，就是有看到那个，他抬起来的时候可以看到有一点黑黑的。啊，那你的心情呢？啊，我的心情，因为我本来就脏，我本来就脏，好轻松啊，就没有无所谓，但是呢。我也不喜欢其他人的脏，就是我的脏可以，你的脏就不行。对对，就是这个。对对对。OK。姐。我好朋友去我家，然后呢，他把我去国外买来特别喜欢那个花瓶打碎了。哦。但是他很不好意思，希望能买一个还给我。怎么不讲地毯的事儿呢？打碎了花瓶，然后把碎渣扔地毯上。那我们直接排吧。小鬼肯定是最后哈。他偷东西，对，我是非常那个。他应该比我温柔吧？其实我跟黄子差不多。不，我觉得我可能比你重一点。哦，那你肯定是比我高。我先在这儿。我觉得姐应该在这儿。我在这儿。就这么着吧，来吧。好呀，那我们从小鬼开始公布吧。我吧，我90。62。啊。62，直降。32。啊。怎么到这儿32了？一个。我是30。哦。17。17，最后一个是25。挑战失败。其实你们两个差不多，就是、没差太多。反正输了吧，没关系，还有机会。好，来吧，来吧，下一个，最后一轮盲猜，来吧，盲猜可不容易，盲猜得三颗。
行，我，你多么确定啊？非常非常。哎，别走啊！好好好好好，真不能讲话，真不能讲话。Okay, 嗯。那你就那么做，哥，你就那么做，然后让他坐那地方。下来，来来。没事没事没事。来，等一下，你有。哎，你看。你还有空间。嗯。来。从小从小从小。名号开始啊。十二。二十六。七十六。等一下，涛姐。啊姐，我不是说不要听到吗？涛姐都七十六了。对呀、啊，我坐在这好好的，你们都把我们往这赶呀、啊。行行行，等皇子皇子皇子，九十一。迪哥，九十九九十九。哦。如果是一百，你只有是一百才能赶我。我九十九，我都被赶走。他就觉得自己没有空间。你们小看我了。你是？你是？一百？你是？一百？哇！